我今日玩大型特技项目，时间1:15，咁快完啲？玩埋佢先。系，即系今日又系受呢个咩背景污染影响，即系而家出边好大烟霞，即系又干燥又热咯。可以讲太热嘅可以讲。好嘅，今日9月17日就头先即系朝头早啊，走去呢个大家食早餐，坐我隔篱嗰个细路女嘅阿妈咧，成日都好嘈，点解？因为佢系咁闹自己嘅女兒，就话你啊，之前喺学校俾人闹啊，又唔出声又唔反击，跟住我啊，之前喺同人哋吵啊，你又唔帮咗出头啊，你真系好冇用啊，你识唔识啊？你到时唔好同我讲，唔好同我讨我啊！即系咁闹自己嘅女呢个阿妈，但系想阿爸睇佢。佢阿爸睇佢唔順眼，就鬧翻阿媽轉頭，跟住話：喂，係你覺得嘈啫，我唔覺得我好嘈喎。即係佢哋有佢哋理據。喂，呢個阿媽啊，你除咗你尊重自己之外，你都尊重下我哋啊。即係其實嘈到我，知唔知啊？你搞到集都唔精神。即係本身想打下肌肉，真係本身係都要嘈真曬。即係成個嘈，即係由我坐喺度食嘢到我走嘅時候，仍然都嘈緊。咩事啊？CVC is mandatory is this server. 跟住有個新聞就話，即係琴日舉行呢個香港2017音樂節，即係由正午12點搞到呢個夜晚10點幾，而家有三男一女就唔舒服，一個就唔知係咪死咗，另外三個就危殆，唔知係咪因為中暑定係唔知咩食毒品關係。跟住我頭先係 cut 咗幾段片嘅，即係見咧喺8月30號喺討論區有一個人係咁啊，踐踏自己國家，可以叫侮辱區嘅踐踏嘅，即係佢係台灣人嚟嘅，有一踩自己嘅國家。嗰個叫 TAW Rupik 呢個人就話係即係咁，即係隔幾分鐘係咁講呢個中國 No.19 台灣第一，即係喺中國第19，台灣第一。中國等於幾？中國 is fucking anyway。咁台灣唔係中國 ，Taiwan is not China。即係我覺得係咁啊，踩自己國家，即係點解唔係中國咧？即係佢哋覺得佢哋係仍然覺得中國唔係台灣，台灣唔係中國一部分，所以佢哋係咁，所以唔緊一成聽到佢哋講中華民國，即係仲係1949年9月30號。即係次次我聽到即係人嗌交，甚至有啲人好特別事發生，我哋要拍低佢，即係第日都聽翻，第日紀念嗰啲都可以叫。喂，
即係聽日投你哋神聖一票啦。一號 Essential 同埋二號嘅 Rainbow Unicorn 可以棄權，可以。唔係，但係唔知我之前就唔知即係邊時流動流到四點十幾分，我就冇揀我自己嘅活動，即係課外活動。唔知佢會唔會揾我話再咩揾嘅咩活動咧？即先即係如果你揾翻即係我再報活動，咁我真係唔適合責任分。咁即係點解要確責任分嘅？我一定要參加咩？咁我 form one 嗰個時候，我冇參加，點解佢唔記我嘅話事話？唔係真正嘅意思係點解我嗰時冇參加啊？即係咩活動我係冇參加嘅，但係點解佢唔揾我嘅？佢唔揾我話喂，你又要報呢個活動啊？佢之前冇講啊，佢真正意思其實佢係冇揾我喎。即係海洋公園嘅個 Halloween 活動要活埋空間，即係琴日有個22歲嘅人就喺裏面就暈倒，跟住後屘送院之後證實不治。啊，你知啦，即係 Halloween 就係十一月幾啊，包括十一月幾，即係嗰啲有好多客人，包括就係嗰啲骷髏骨、血、燈籠、南瓜燈籠啊，即係亦都有鬼，即係有好多嘢，即係你一定嚇餐飽。但係嗰啲嘢係假嘅，即係佢哋做嗰啲嘢係真係好逼真的，因為好似骷髏一樣，即係話撞到個棺材，跟住佢話眼物，跟住仲要頭機死咗。嗱，即係即係人行咗落禍嘅咩？佢點啦？咁快完啦嘛，小王。即是我 cut 了討論區裡面那些東西，就證明他為什麼經常踐踏自己的國家。我 cut 了他了，我現在看看外面，聽聽到好大煙霧啊！唔係開個煙霞好大，相機睇唔到係，即係好大煙霞，有熱啊！